不然我也可以帮他擦全身。我最会按摩了。OK， 我们再次欢迎光束瑶。首先，其实也要请瑶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听说你是长期的消费者啦。对，我们直接来示范给你们看好了。可以啊。就是很多女生不知道在家怎么擦，如果郭书瑶怎么擦，我们就跟她一样。我不要学我擦，因为我在家真的是有点奢侈的擦，直接乱擦。没有，刚开始自己买的时候没有那么奢侈。后来他送你之后，而且他太好用，那我一个月会用完一罐半呢。因为我身体面积再大一点，我接两个礼拜就可以差不多了。我真的没有那个客气，是真的毛起来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自己买的时候就很省。没有桃花，你不要问我。我昨天已经被问了，就说你有没有暧昧对象？我说不要再提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啊。对啊。我现在也很想要有男朋友帮我擦乳液啊，不然我也可以帮他擦全身。我最会按摩了。开玩笑的啦，没有啦，认真工作，认真工作，我要还债，我要还老板一个清白，是吧？对，我对不起玉三姐，不是她害我没工作，是我自己不工作，我不乖。所以目前这样听起来，工作已经下半年已经有在排了吗？就是为我们要还工作下一个部分，有没有还工作债？就是现在有工作就很感恩啊。最近你待在家都在做什么？防疫期间，因为我最近有其他的工作。对，那待在家的话，就有很多事，就看，哎，其实看了很多剧，看了很多书。对啊，会不会好多两个男生，韩星男生比较帅，就看得比较入迷，就开始追他们的戏？我对男生真的还好，我比较喜欢女生。你现在想转性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就是真的，我真的就是比较喜欢看女生。我对看男生真的还好，对，像我身边就会有人很喜欢给我看一些鲜肉什么，我就没什么感觉。对，他都会跟我分享一些，就是男孩，我都还好。所以你不会追星看剧吗？不会，我不会，我就看题材，然后看大家讨论内容，或看演员的表演。方式跟导演什么，我们看戏真的已经跟以前不是就是跟一般看戏的感受不太一样，不会是娱乐了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老板玉三姐前一阵子又训练我怎么看剧本，然后可能因为我在家太闲了，对，然后老板就会给我一些功课，所以我后来又变得角度又更不太。对，因为我在家闲的就想很多，然后就跟他聊天，他就说你到底都在干嘛？我说我就在家想事情啊。他说那我来交点功课给你这样，然后还叫我去上营养课，就是健身营养。